嗨，大家好。2020年，我夺得了女子世界杯的单打冠军，这对于我个人职业生涯而言是一个新的开始。相信每一个运动员对于女子世界杯的重要性意义都是不一样的。希望在2024年的澳门女子世界杯，大家拼尽全力，我们为这个冠军而努力，加油 ！See you in Macau， 我们澳门见。